家好，今天跟大家介绍超级福利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颗工具箱。而如果以外观来论的话呢，它非常像明差的 VS 7070 哦，明差的 VS 7070。而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上盖的部分哦。这个打开来之后呢，上盖先把它打开，这边你要放一些配件或者是一些小五金，我们配件都可以直接置入在这上面，而且它的隔层都可以拉起来，可以再换。好，然后呢，做得非常的精致以外呢 ，OK。这边我们再仔细看一下，第二个它的所谓的第二层秘密哦，这边你要放三叉钩，放 Ken 牙，或者是说放一些你们就是泡棉式我们钩子可以挂上去的都可以的，好、哦，然后下面的部分它一样有隔板，哦，而且它的隔板做的也都非常的精致，重点是它还送你一个背带，哦，这个光是 CP 值我就已经爆表了，好、哦，然后呢，其实呢，现在会。推荐这款工具箱是因为现在钓法很多种，我会建议客人呢不要被老婆骂哦，一个钓法一个工具箱，好、哦，这边的手把往上一提，这边的握把它还有做一个防滑哦，防滑的哦，让我们比较好提，比较不会这么多吃力的哦。然后呢，这边的部分呢往下一降之后呢，非常顺畅，它要降下来哦。我们转向来看它的背面。哦，一样，它就是这个摇臂，它就是没办法往前，它就是往后的，它就是往后的。然后后面呢设计的比较素面，哦，然后呢价这边呢，其实呢福利价哈、哦，我直接跟你说，这颗就是850块，限量就是贩售，贩售完就没有了，下一批还会不会再进？我们看这一次的贩售量。好、哦，然后这个其实呢，花费了很多的心思在这上面。如果有喜欢，找到我们；如果说喜欢我们的影片介绍呢，也可以关注我们，点赞。OK， 感谢您。